SB 系列多回转阀门驱动装置，主要用途适用于360度开启的闸阀、截止阀等。结构特点：一、外形设计新颖，体积小，输出扭矩从210牛米至25500牛米，最大推力、轴向负荷支撑力从75500牛至146000牛。产品在所有转动部位均安装有滚动轴承或自润滑滑动轴承，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工作效率及运行可靠性。二、齿轮传动采用螺旋弧齿轮，具有传动平稳、效率高、噪音低、承载能力高等特点。三、操作首轮顺时针旋转为关闭阀门，逆时针旋转为开启阀门。四、与阀门连接法兰均符合 ISO5210 标准。五、产品出厂时装有专用润滑纸，产品整体密封，防护等级为 IP65。使用说明：安装使用时，首先检查壳体法兰、阀轴孔等与阀体安装法兰、阀轴是否吻合。检查无误后，将本装置装于阀门上。调试：转动齿轮箱操作首轮，使阀门在规定行程范围内多运行几次，保证运行平稳无异常。维护保养：产品在安装、运输、使用过程中严禁磕碰，防止损坏，不得在超越本装置额定工况条件下使用，每2年定期检查装置润滑情况。